Never mind， 没关系。关注吧。那个选择男友的条件是爱我、宠我、疼我，那选择女友的条件是什么呢？是我是我是我。我跟你们说，刚刚被我那个椅子玩了之后，哈哈哈哈，走。
刚被椅子玩了之后，我整个现在有点热哎，我整个有点热，怎么？我刚真的被吓到，我差一点点就要当场在直播跌倒，可以吗？而且在坐椅子上跌倒，怎么回事？坐在椅子上跌倒，史上第一主播坐在椅子上跌倒。好像可以刷了，是不是？是白的，是白的，微微，是白的。我试试哦。哦，我们今天已经试了一整个晚上了。不行，我刷好像不行。别丢下我，不管在这漆黑孤单的夜晚，这段感情似乎已经变成了你的负担。难道你刚刚是被我的叫声吓醒？我刚这么吓到了，那我现在要把电风扇开强一点好了。哈，看一下照片哈。青春短暂，拖累我谁欠谁还？别丢下我，不管面对爱情不是不勇敢。只是曲终人散，太大声了，折截了一张很神奇的图，我真的傻眼。哈哈哈哈哈！杀了你！杀了你！杀了你！别丢下我，不管在这漆黑孤单的夜晚，这段感情似乎已经变成了你的负担。在瞬间的瞬间。折截那种很情色，我可以打眼怎么会这样？而且那一瞬间那种问题他唯一的那个不是我直播间的 label 好不好？